最大的那个，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它不是一般是平的吗？它最大凸出来了，是吧？就和那个陀螺一样，转向明珠。妹妹，这就像那个不倒翁，它底座高，它是不会翻的。你说我两个字，一个字，走吧，我们都在。你想起法子必须定的是十三个，不能可以没有，可以的，可以多。 我们兰州的筏子就是十三个，那还有这个像筏子还要分，那它整个区域吗？比如说，陕西那边的它是14，那十四个和十三个有啥区别呢？它的区别就是一大一个小，是吧？走了，好。但是基本上大小都是一样的，还是它的平衡能力要那个啥一些？一样的，但是我们认为我们这个十三个的比较合理。 再一个，根据这个水流的区域有关的，我们这里水流急，他们那里比较平缓。啊，我们五个和他们前后五个的宽度是一样的。那你补完了以后打气呢？用口吹。用嘴巴吹？啊。 本来就这样，还是说，晚上还刷一层油啊？这上面。哪种羊都可以。山羊。必须得山羊。绵羊不行。为啥绵羊皮？绵羊的皮厚吗？绵羊的皮薄。绵羊那个毛孔细，它反而漏气。你看山羊的毛孔粗，它反而不漏气。 兰州这个羊皮筏子传承人有两个，我父亲是其中一位。那你的徒弟呢？我没有徒弟啊。爷爷，那你的这个手艺是你爸爸教给你的？是的。 以前是，我叫马建华，我就在这个地方十几年了。可是这个羊皮筏子呢，从小我们就有。
从很小的时候就在华子上玩，其实也没有转行。我反正就对这个华子从小一直也喜欢。现在嘛，退休了。以前没有退休的时候，也经常在这里玩。现在嘛，单位退休了，也没事干，就每天到这里。黄河的变化就是河小了，河面也窄了，桥多了，两岸的楼也多了，这个树木也多了，环境好了，水的污染也好。整体那比以前好多了，道路也比以前好，建筑各个方面绿化呀环境呀都比以前好。咱们下了就该你们了，像以前我们这个地方黄河两岸的那个瓜农啊菜农啊，有些地方的他们也会，他们也会，他们的瓜成熟了以后，我运到这里，他们也有瓜子。你看着我就这样一下一下滑，实际每滑一下，要感觉下面的水流啊。要是不感觉下面水流，有时候滑下去这个，想到这个羊皮下面。水多大会把自己挑下去的，你想撒手都来不及呀、啊。现在学的人越来越少，第一个条件必须在黄河里畅游，要水性要好，要会游泳，这是第一个。再一个，他们选择的行业也不一样，志向也不一样。希望就是政府能成立一个像这个，成立一个什么？像这个漂流队这样的羊皮筏子漂流队这样的一个机构啊，招一些新工人进来。跟在这里的其他船的船夫的关系怎么样？关系都挺好啊。你们是好朋友啊？你们认识多久了？我们有些是从小就认识，有些是认识五六年、四五年的都有。那我可以说你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啊，应该是这样。所以，反正是都见过这个东西，怎么做他们都见过，经常见。在家里做的时候，他们也看，也没有自己亲手做过。当然以后。会不会做就不知道了。